带孩子到房山翠溪谷大鸟儿童世界带孩子去玩儿，就那天太阳是暴晒那种高温的天儿，然后中午吧大概是12点多的时候有一个金属滑梯，孩子上去也就是不到2秒钟的时间吧，尖叫着就下来了，然后我一看就是整个臀部就是特别的肿胀，脱了一层皮，当时就疼的当然就掉眼泪了啊。